好，那我们就数到三，就揭牌了。一、二、三，请揭牌。哇，台北车站联合防灾中心在今天正式揭牌了，这代表着我们台北车站特定区的防灾能力迈入个新的里程碑。无论是搭车或是逛街的市民，都能够安全的获得保障。好，我们首先先看向正前方的镜头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请各位贵宾看着左前方的镜头。好，停留几秒钟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请看向右前方的镜头。好的，各位都有捕捉到满意的镜头了吗？我们联合防灾中心祝大家手牵手，代表好，大家手牵手。好，代表我们以后大家合作，一起努力把这个安全提升确保。好，行旅安心，快乐 shopping。好，请看向左前方的镜头。这个动作大家也要捕捉一下不同的画面。好，好，接下来我们请看向右前方的镜头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个今天的揭牌仪式到此就完整的就落幕了。那么以后的这个营运呢，大家也都可以有目共睹。里程